就飞翔一万个。哈，个神戳戳的。我就跳，马一跳，啊，哎，还不行，我这一跳啊，你跳的晕的。一跳啊！哎呀，一跳啊！哎呀，一看呐、啊，多么难的听呐、啊！一照直走，一不要两边看，一将会融化在蓝蓝的天，白白的云一边。啊，一看高仓不是跳下去的吗？啊，唐塔也不是跳下去的吗？一跳啊，啦啦啦啦啦！啊，刘卫东，你做啥子？黑人巴萨的？啊，哎呀，刘卫东，你不要一惊一乍的，要不要的呀？哎呀，同志们，快点来看呐、啊！特大新闻，简直是瞩目惊心呐、啊！在报纸上说的。最近发现有些未成年人步入早恋的误区，最终酿成苦果。哎呀，我没得啥子事情，这个嘛我早就晓得的嘛。啊，人家说嘛，这个都是相关教育之后造成的。哎，问题是我还有蔡庆元，我们岁数都那么大了，都还没耍朋友。现在那些小娃儿年龄那么小，都耍得火辣火的。我又不着急。哎，问题是我。我也不着急。啊、哦，卫东。哎，姚婶。你们都在来这里啊？哎，姚婶。哎，啥事？啊，那个。啊。买啥子的？买啥子？你们耍啊，你们耍。哎，白小军。哎，张伟飞。哎，你们看嘛来的？报纸上的说的。啊。我们对未成年人的有关教育（括弧）性知识教育（括转来）已经大大的落后于时代的发展，这要求从社会到家庭。哎，你们这个都得来这儿哈。哎，幺婶，你做啷个？我没啥子的，你们耍，你们耍哈，你们耍。哎，你们发现没得？幺婶是不是有啥子不对头哦？哎，你说他有啥子不对头啊？哎，才那个一哈哈的时间，他都过来问了我们两次了。这个嘛，正常得很嘛。正常啊，从医学的角度上看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随着脑细胞死亡速度的加快，他老年人呐、他容易出现这个记忆力减退。哦。啊。他这个主要症状啊，就表现为啊，经常的忘记自己想说什么，想做什么，这个严重的还要出现老年痴呆哟。哦，你是说幺婶他这个？不可能，幺婶昨天看起来是豪豪生生的，精精神神的，风风采采的，风风火火的，清新白净的，没有看出你说的啥子痴呆迹象啊。你们几个都在这儿哈。算了算了，你们耍你们耍你们的哈。一看一看，这个叫清醒别醒呐。哎，姚婶，来，你老人家坐哈。坐哈。哎，姚婶，你没得啥子的噻？没啥子的。没得啥子的哈。哎、那你看那个是？手指木的嘛。哎呀，哪个跟你说是手指木嘛？我说问你那是几？那是二，哎，你们有啥子意思哦？白小军他说的是老年，不清醒。啥子啊？我说你才不清醒。啊？那个说了也是清醒的哦。那当然了。哦，魏必然，你们都觉得我哈了说。那一刚才那个来回走打鸡汤啊，想说啥子，结果又没有说啊，都搞忘了呀。哎呀，哪里是走了几趟想说啥子搞忘了嘛？我是不好说的。哎呀，还有幺婶不好说的事情。哎呀，你不晓得，那几天呐，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巧巧有点问题。哎，那个巧巧会有啥子问题啊？是噻，还有严重的问题。哦，还严重的问题。
还有祖母亲心的问题。哎，姚婶，姚婶，你到底有没有病哦？你那个孩子说句话的颠三倒四的。哎呀，你们不晓得，我啊，我在居委会看报纸哎。哎，我看到那个上头好像是说的啥子，有些小娃儿，又是啥子未成年人咯，背到大人耍朋友。哎呀，我当时啥子事情咯？让姚思德奶奶怄了半天，那个刘卫东刚刚都在说那个事情。你们晓不晓得那是啥子行为？王婆婆说那个是扰乱。哎呀，姚婶儿，啥子扰乱咯？早恋，哎呀，那个早恋不是早乱呐、啊，那个早，多乱来，那个简称都是早乱。哎呀，姚婶，现在呀、啊，这个事情多得很，你看我们那个医院就发现好几个，哎呀，啊，那种十六七岁的女娃娃，就过早的当上了未婚妈妈。哎，那个有的，那些娃儿是哪个地段的？我去跟他们谈一下。你去跟他们谈啥子吧？谈啥子？哎，别个街道说了，对那些娃儿啊，都是要跟他们谈生人观。姚婶儿，该还熟人观喽？别个那个叫人生观。哦，啊，对头对头，还要谈价格观。哎呀，那价格观，那个叫价值观。哎，什么价格观喽、哦？还要讨价还价啊？那个价值观嘛，都是价格观噻。再说嘛，哎，哪个不讨价还价呀？我还去跟一些娃儿说，你们过早的那个草率呀，太值不得，太划不着了。哎，要说也是哈，你说现在那些小娃儿呢哈，不晓得是啷个搞事情的，都早熟。嗯，怪的嘛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我高中都要毕业了，都还没长心孙儿。现在的娃儿，刚刚一上初中都晓得啥子“亲爱的”啊，“I love you” 啊，哎，啥子都搞懂完了，真的是。哎，倩倩，你是哪个时候晓得那些的？哦，我倒晓得得早哦，我们初三那阵，我们那些同学，刘卫东，你又来留我脸哈吧？哎呀，但是我也搞不懂，都是一样的教育。哎，那个现在的娃儿比原来的娃儿是要行事得早些。哎，就是他这个啊，从医学角度上讲啊，主要是饮食结构和社会传媒的引导起大作用。你看当时我们吃的啥子啊？包谷包。他们吃的啥子啊？现在那些娃儿吃的巧克力。我们当时看的样板戏，他们现在看大彩丁。我们猜的是尾巴，他们蹦的是底巴。你说那个情况完全不一样噻，姚婶儿，一个人是要把瞧瞧看好。哎呀，当时我看了报纸啊，我都是在想，哎呀，我们瞧瞧该莫搞那些名堂哈。哎呀，姚婶儿，你那些担心都是多余的。我觉得别个瞧瞧很乖，瞧瞧不是那种娃儿。哎呀，那但愿能够多好哦。哎，但是啊，据我的观察呀。我觉得我们巧巧好像有那方面的症状哎。啥子症状哦？我跟你说嘛，他每天呐把那个作业一做完，都拿一个那个小个本本儿，不晓得背到我写些啥子，还不要我看，哟，做起来样子那个神秘耶。很神秘，他是不是那个哟？写日记。那是写日记又好哦，都是怕他写那些啥子情郎爱呀那些。哦，那个简单噻，姚婶，你把那个日记本给偷了多少噻？拿起出来一看都晓得了噻，那个日记本都是他的证据。哎，对的，待我们掌握到证据以后，再跟他那个一网打尽。对。哎，老实的，我们那个大的大人的，用那个恶毒的手段对一个小娃儿，这个好像不大合乎江湖规矩了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哎呀，那进去了，警刀都不出来嘛，还是该武器。武器，你去隔壁瞧瞧，肯定都很苦哟。怎么样？哪个那个久啊？哎呀，是好费力哦！我们悄悄抱到那个本本来睡觉。哎呀，你不晓得那个本本啊，还上了锁的。啥子？还上了锁的啊？是噻，要不是我啷个说，我们悄悄适合当保管员呢？哎。
哎呀，你都不要说你那个保管员了嘛。哎，你说嘛，你是哪个弄的？我拿根针，轻轻那个一敲，都把那个锁敲开了。哎，幺三，哎，我啷个不晓得你还会那一套啊？未必你以前当过那个，当然了，哎，说点儿打胡乱说的哈，啥子小偷哦？我原来在锁厂上班，你哈开那个锁嘛，是幼儿学门噻。哦，你看到我把那个都搞忘了哇？我那个是他的专长，专长。哎，我打开以后，怕悄悄发现了，顺手我都撕了半张。啊，老三，你两个只撕半张啊？哎呀，那个娃儿把那大半边捏得绑紧，撕不到。哦。哎，那你快拿出来噻！哎，拿出来看。爱情初体验啊！哎，小声点，让我念给你们听哈。哎，看不出来那个娃儿嘞，他现在都有爱情的初体验了喂。就是就是，对，听到嘛哈。你说你要离开我，请把我的相片儿还给我。你留下来也没得用，我要把它还给我妈妈。看来呀、啊，他们的爱情已经发展到相互交换照片的地步了。哎呀，这个就是证据噻，连相片都相互赠送了。那些事情一旦发展到相互赠送照片，那就说明他们的关系已经非同一般了。对的。嗯，你看钱玉的照片，我的围兜一直都没得，这就充分的说明现而今眼目下我们两个的关系还是空了吹。如果哪天钱玉坐到墨子上想转了，给我一张他的玉照，那就充分的说明我刘卫东的单身汉历史即将结束了。你想嘛，做梦！哼，那个娃儿居然发展到送相片那个阶段了。哼，非去把他打死不可。哎呀，幺婶儿，你光是打那里得行嘛？哎，不打，会不会让我拿刀砍呐？哎呀，哪个拿刀砍得嘛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教育为主噻。哎呀，我经常都在教育他。你是一个干部子弟，你个人自己都应该。哎呀，好了。哎呀，你是干部，你是领导，他也是干部子女、领导子女。好了嘛，那些鱼我们切的太多了。我们现在主要是商量啷个对付巧巧。对，我看呐、啊，我们既然有大证据，就不怕他不承认。干脆现在让巧巧睡觉，明天早晨，啊不，等他放学回来。我们再好好地教育他。现在呀，我们都回去好生想一想，明天啷个来对付巧巧？你说啊，幺三。对头，我都同意白瑞娟同志那个意见。等他今天睡觉，明天早晨呐、啊，我们商量一个对策。等他放学回来过后，我们都给他来一个面对面的斗争。对头。啊，草帽兜里，散。睡觉，睡觉。悄悄走啊！蔡亮亮走。是，看看你想说呀。哎，蔡亮亮，你说怪不怪？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到几个小偷来偷我们家的东西。啊？后来呀？后来呀，他们啥都没偷到就走了。哦。蔡亮亮，跟你说嘛，里头有个人呢，那个坏蛋很强烈。啊？我又一想，蔡亮亮平时对我恁个好，啷可能是坏人呢？哈！哎，真是。蔡亮，我走了，待会迟到了。蔡亮，再见。张爷，再见。一对三。哎呀，一对三不得了，要不要今天啰嗦个这个牌？一对八。一对八。三个框炸，要得，我们可以炸炸，炸这样的。哎呀，哎，姚帅，姚帅，哎，你冷静点。哎，你放开我！哎呀，哎，姚帅，你无论如何都要冷静点。哎，你洗得好，亏你还是我们领导。那个啷个说打就打呀？娃娃恁个小，他再不懂事，你不能打噻。不，你没有打，哎，你拿刀砍就更不对了噻。是噻，哎，你真的是，哎，打他两下刀还好说，
你说一边就啷个说你不能用刀砍噻？你看你现在那个样子啊，手持利刃啊，提刀相向啊，面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幼童啊，你晓得你这个是啥子性质？哎呀，你这是啥子行为？晓不晓得？是啊，故意杀人是要判死刑的，晓得不？哎呀，再说他悄悄也没有犯啥子大的错误嘛，他不过是个小娃儿嘞，一教育他一下也就行了嘛。哎，你啷个能用刀砍呢？他妈血都出来了！我根本没打他，我更没拿刀。你没拿刀？哎、你那个拿的啥子假死？啊！你中间就说瞎。哎，小心点，北山叔叔。你当我得行的话，爸爸没有打我。哦，没有气泡。你一天要啥？一天啊？一看哦，他俗话说得好哦。啊！一击打得满天飞，假击打得团团转。一看你啷个打他，甚至于要杀他。一看他还在帮到一说，一看他还说说一好话。白叔叔，外婆真的没有打我。啊！要是你听哈，你看，啊，没有打你啊？没打你，那你哭啥子啊？是因为我们班上那个同学张勇打了我。哎，你们去吧。刚开始我没打他嘛，张勇他啷个打的？因为我先打他。哦，啊？你又哪先打他的？因为他吃了我的东西。是。哎，乔乔。刘叔叔问你，他是不是撕的相片啊那些东西？差不多。啊，你啷个晓得的啊？我啷个晓得的？你先不管。我问你。他为啥子要撕的那一张东西？我不晓得，我都去问他，他还不承认，他说他没有撕。你给他没得嘛？我啷个可能给他呀？你给哪个嘛都不对噻。你站好，我今天啊是要连住你给说那个问题了。外婆是严肃的。哦，严肃的，你站好哈。我经常跟你说，你作为一个干部子弟，要经常加强那个生人观。外婆是人生观。人生观哈，你站好哈。我跟你说了，我跟不晓得跟你说了好多遍。那个不断要加强人生观，而且啊还要加强那个价格观。外婆是价值观。价值观。就你是我教育的嘛，是你教育我哟。那个价值观嘛，也是价格观噻。你看嘛，你才那个滴滴大点儿，你都发展到了送相片的地步。哎，对头，巧巧，你现在还小，你根本都没有到耍朋友的年龄。而且啊，你晓不晓得，像女娃的相片是不能够随便送给别个的，都是你那天长大了，你也要好好生生保管你的相片，晓不晓得？免得呀，遭那些坏人得手。我，你那个啥子把我弄？啥子相片咯？啥子耍朋友哦？哦，你们以为我在耍朋友啊？你看一看，又在装懵的。来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把你的那个照片送给你那些男同学啊？没有。哼，你不要不老实，我们有证据。我跟你说。再狡猾的猎人也逃不脱狐狸的眼睛。外婆是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晓得哈。你究竟把那个相片给别个没得嘛？我跟你说好多遍嘛，我没有。没有，你们两个要打架呀？是因为他删我的日记噻。哦，搞了半天。是你认为他撕了你的日记，你才跟他两个打的架嗦？是噻，他说的同桌，我今儿上午都出去了哈哈，所以只有他才有作案的时间。啥子叫作案时间咯？我发现我的日记本要撕了，我都去问他，他也不承认，他说他没撕。我都说是我日记本的人手上要长疮瘤脓。哎呀，我又没说你们，我在说张勇。恰恰好他那几天手上又长了几个疮，他偏要说我侮辱他，偏要说我撕了本子照该遭了。我一生气我都打他，他都自为还击，爱德终于在我脸上留下了历史的烙印。你的啥子这点
小伤哥哈，过几天就好哒，不会留下历史烙印的啊。真的啊，小姐，你不要哭嘛。我问你，你究竟把那个给他没得嘛？没有，我真的没给他。没给他说，那外婆跟你说嘛，你那个日记本啊，是外婆撕的。哎，你看，我手上啷个没长疮啊？哈，你撕呀？你凭啥子要撕我的东西啊？都是要揭穿你啊，不老实。我又哪点不老实了嘛？刘东，你给他讲。哦，好好。哎，乔乔，哎，同学啊，我们从你的那个日记当中啊，看到几句这样的话。你说你要离开我，请把我的相片还给我。你留下来也没得用，我要把它还给我妈妈。还有必要念下去吗？对，当然没有必要念下去了啊！就从这个日记当中这短短的几句话，就明确地告诉了我们：你把你的相片给了一个人，最后那个人呢，他不跟你好了，跟另外一个女娃儿好了，于是你就气愤，你就苦闷，就跟人家要回了这一张照片。乔乔同学，我说得对吗？刘卫东同学，你所说的完全有可能成为正确。如果事实确实如此的话，只可惜你们犯了个严重的错误，那就是你们只看到我日记当中的一段儿，而那一段儿恰恰是你们歪曲一个善良上进的小学生的那一段儿。其实事实还是恁个的，那个善良上进的小学生有一个喜欢观察和分析事物的习惯，那也是老师要求和鼓励的好习惯，那就是把些不良的现象统统的记录下来，从而学到了那种辨明是非的能力。我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消息，那都是评选出了近几年来十大不健康歌曲，其中都有一首叫做《爱情初体验》。对头，就是爱情初体验。请对方辩友不要打岔，我发现那首歌是非常不健康的，同时也发现我们班上居然有同学在唱，我都把那首歌词记录了下来，就形成了对方手上的那段文字。下面的那些字啊，都是我对那首歌的批评意见。哎呀，只可惜啊，你们没有看到，确切的说呀，应该是没有偷到。哎呀，请你们看哈那个整个文章。哎呀，乔乔，那个嘛，外婆看一下儿也都不得行说。我提醒对方，偷看别个日记的那种做法是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。隐私权还是私房钱喽？我懂不到那么多。鉴于此，我决定了，我以后不在家里常住了。那你要到哪里去？流浪。扯皮两斤不过是鸡毛蒜皮，有眼光看不惯心事烦，老朋友遇到新朋友，拉小心说到做到究竟了，爱是一世纪。街坊邻居，街坊邻居，翻开报纸，翻开报纸，福利彩票出了大奖。街坊邻居，街坊邻居，打开电视，打开电视，又看到黄的球迷。你要干什么弄？